在校园节水节电政策及推动上，期许全校教职员工生借由日常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为环境永续发展尽一份力，为强化三好宿舍环保实践，每年举办三好宿舍节能省电比赛，培养学生将环保意识融入生活，实践节能减碳的目标，为呼吁社会各界重视绿色办公，校长带领全校一级主管签署南华大学绿色办公宣言，落实办公室节省资源及减费减速目标，强化办公室绿美化，提升室内空气品质，更落实绿色采购，推展电子化行政措施，持续落实节能减碳。住校餐厅从招募开始即严格要求确保永续消费和生产，并取得环保署绿色餐厅资格，秉持环境友善理念，提供环保低碳的供餐及用餐环境，以减少对环境的冲击。